看起来不错啊。没，教练怎么没来？就是要用左手支杆举起来，啊，下的时候右手靠腰，要靠腰，再整个踩出去。然后整个右手当作是没有。对，手指比较捏，我很容易捏。像不错哦。哦，没败哦。记住这个感觉。好像不错哈，有啊，有呢。不是，他要记住那个感觉，要练习那个感觉。有吗？他右手有点用力吗？右手都没用力。上杆的手平的就好，平的就好。教练来你就坏了，真的打平就好。你等下教他就好了，不要打乱我的节奏。好，拜拜。